片刚演的台湾风俗志，它其实里面有一节叫做淫语，它里面其实收录了非常多民间在谈论的一些用语。它里面有收录这个是所谓花柳界的淫语，黄色灯区、红灯区，对性产业工作者，就是一些行话，就是在某些领域里面用这些隐晦的方式来讲。像现在 PDD 制成一套术语，现在说几个让你们来猜猜看，它可能是什么？第一个咬大肠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咬大进行的是百年年轻大挑战。Stephen，今天呢要来回溯2020年，知道百年前有哪些的流行语。那我们先来问一下，在最近这2020年，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流行语呢？可怜呐，你为什么爱说谎？6月号记得去。今天晚上我想不给你们一样。天掉下来，真的很难剪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忍不住。有那个蔡康永，我忍不住。他是魔戒。那你是咕噜吗？我们闲聊已经20分钟了，够剪了，够你剪了吧？怎么根本就没有进入正题啊？那大家有没有这两年印象深刻的流行语？这两年哦，是在大陆，还有是元酒，蓝瘦香菇。这两年，蓝瘦香菇很久了吗？看来大家对这些流行语没有什么特别研究，直接进到2019当时 PTT 流行语大赏整理出来的，非常不到你那边还来得及。那这部分蓝绿是2019年，柯文哲讲很久了吧？他没有被流行吗？这我一定集也很久了。可以看到很多都是我们内容创作者恩师韩国语所贡献的。两个要让大家猜去年流行语，已经知道才能讲，你不能已经按完之后才在那边哎。A 跟你有没有猜？我今天那么严格，因为我们要干干净净的游戏，我们要做个好榜样。6月6号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要在6月6号之前。会啦，那么久。你为什么爱说谎？好，不要这样，转过来哦。3、2、1，七，哎，等一下，不对，不管是什么，这个哦，七，他明就是他就是要遮住的事，翻白眼，我跟你说错，是因为你多了一个，你刚七，是你多。我觉得要点是对的啦，可是燕玲追加这个答案，我觉得我加分。为什么大家都要把积分搞那么低？对呀，大家胜负欲有点太旺盛。我们请教点再讲，气，还是错一个啦？是气激素，气，大家好精准，你们真是我哥，而且还跟我有讲，他们有些人呕。这也不有什么事啊，他要动鬼调解，就在气那个郭台铭，因为他们录的那个，他正对面就是郭台铭的广告，然后他就指着那个，哦、我刚刚听来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就哦，这一趴太惨。再来这个是第16名，这题是图像题哦，看一下这三个人，请问哪一个是郝文斌要击溃的人？他上台要讲，他在那个那一头讲那个，他在丁守中的竞选场合说：“击溃丁守中。”就是2018年的9合一选举，他上台要为丁守中造势，不知道是口误还是那个，然后讲出击溃民进党的候选人，击溃丁守中，会击溃。对不起，谁会记得这个啊？干嘛记得击溃丁守中？然后另外两个人是把他击溃的人。一个是江启臣嘛，一个是我们基隆人。所以我刚刚就直觉是 C， 因为毕竟我们就真实有投票机会郝文斌。而且我记得2016年立委选举，记得后来隔天新闻画面，郝文斌的头衔写立委落选的。好坏，好坏哦！哇，蛮有名的嘛，就是蛮有名的。可是你刚刚是说郝来宾，不是郝来宾。也希望大家记得买票。2018年十大网用语厉害我的国，就那个电影哦，厉害个人老了，吴亦凡，中国有嘻哈，凉了，这个好像也是中国，这个我知道，两只摩托罗拉是什么？这个历史戏剧场是怪怪的是柯文哲哦，他的那首歌，对哦，他的竞选歌，对，是好久以前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猜的就是这一个，这有 A、B、C 三个场所，请问想打架的话要去哪里打？我刚刚拍的时候，他
手这样撞开我。好了，那一点傲度啊。我最喜欢脏脏的玩游戏。不要乱跟我讲。你这是真好老的。《镜之巅》偶像剧的台词，要打去练武打。女女是谁唱的？1566风云变色，跳一段吧。我不要，容许我继续。那唱个两段可以吗？唱不出来。还好我没有按下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会红啊？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以前的片段，他们都虚晃一招，并没有真的打。他们都不要再打了。他舞蹈中的变化根本不是在跳舞，好像是被神灵上身。等一下，后面有只蚊子。这就不是虚晃一招。所以其实应该是在笑尴尬的感觉，也不是笑，我觉得讲笑不太精确的，就是觉得有趣，时代感的，时代感的落差。小时候真的觉得超帅，长大会觉得我真的还好一点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第一次碰到如此强劲的对手。这大家都有看过吗？只有看他剪出来的，我全部都有看。那第几演的？谁会记得？但我记得终极一班第一集演什么 ？KO One。第一集没有 KO1 是点光天老师的、那個、我们下一集下一集再来2017集有全套吗？超级棒，好看。我国小看电视，然后亚瑟跟女熊快哭了。你说他抱着他，好好，我们到下一集，我们到下一集去。再来到2017年哦、Ben、我来到便利商店买的汽水味道。哇，圣洁石这么久了，恋人婚都那么久了，输不起。对，哪一个发现他爸谁？你还记得他爸那个他爸那个虫神啊，虫虫。刚说到那个中国有嘻哈之应该是这一面哦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可以，但我觉得不行，分别是两个哎。他跟他都在讲啊，他直接在他面前直接讲，我觉得不行，然后热狗在，但我觉得可以。你们怎么都记得啊？你们真的是不服气？不是，我真的是不服气，是另外一个人。大家都知道，你们在干嘛？这是我都不知道，我觉得不行。阿月真的很严格。来段 freestyle， 你有 freestyle 吗？就这个也是吴亦凡在讲，那吴亦凡现在在干嘛？他说。这条命又大又我知道这个命又长又长又对。你玩到程度的显现，这几年流行语是很多，中国的影响。2016年，宝宝了，迷地震系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下雨引发地震，哇，大家都要先知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名，2016年，当时的新北市长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讲的，有几个字？四个字。淡水阿嬷。比这个更红，到现在都还会常讲。水阿嬷，名词动词组成是怎么样？这太严，你让日语难做人。他那个时候一直在讲说他会怎样，就后来他还是这样看。水做好做满，没错。哇，刚刚想到别的事，你要说什么？代词参选，这个好像是韩。我的答案会是 Yes I do。这个数字，2016年跟蛮久的关，九点二，对对，哇哦哇哦哇哦！因为那时候做了民调，他的民调是9.2满意度。我以为9.2是在讲支持绝对共识，也有啊，也有这种说，刚好重合。接下来是2015年，就是我上大学那一年了。阿威，我不太喜欢哈密瓜，因为哈密瓜有一种阿威。芒果是超棒的，我只是想到你自己顶住换的换的永杰建议，就是那个八仙承载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说就是不要讲吃品去，然后就说这样很难听。我们来看一下2015年这个是什么，是土哦，3、2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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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芋头仙芋头仙不是不是是巴拉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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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本来不是发那个声音，但是故意被卷。然后是意大利语的发音，然后这个口音叫 peak， 可是那个意大利文念出来像咦，闪电，闪电，还有那个皮卡丘，然后就哎哎哎哎，就是皮卡丘会冲浪，浪很大就卡住，就哎哎，然后左右发，好，再来第二名，哎哎哎哎。台风就是要伴奏，还不然要干嘛？2014年十大爆红王用语 ，Open My Day 短，奇喜剧是不能马卡的。好，要考大家了，大家要讲出是什么意思？其中这一个是路过，
是太阳花学院的时候，白狼经过那边。对，白狼经过立法院前面，就说他只是路过。就台北市政府把他解套说，白狼是聚众，他不是集会，是路过。所以你记得后来中正一分局，大家学生就说我们要去路过中正一分局。我那时候是倒在立法院前面，白狼所以车上有一群人，然后就说一来，那个王炳忠上来唱歌，王炳忠在车上唱嘛，中华民国颂，而且不。但是你那时候作为一个高中生，每天新闻在播立法院时，会有什么感想？你说福茂还是太阳花？就一起吗？那太阳花是2015啊？没有，14啊，14。你要这样子播？我想起来，2015是鹤岗黑箱啦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老师都说，大学生都在那边闹。就觉得把政也就会影响到我。可是课纲的时候，高中就是讨论蛮热烈。可是我以前跟你一样，我课纲那个时候，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只有改一个字，到底会差到哪？我居然讲这种话，打巴掌，打几巴掌。就跟两个投马英九一样，真是。也是没有不能投他啦，可以投的民主社会，大家得投。但亮好像翻那个小白眼，没有看到。我现在感觉就是很想去掐自己。有没有觉得是这样？你会想掐自己吗？我其实不会，因为我觉得我会想掐你。我跟你说，每个人都有过去，道歉，道歉都出胸部是常事吧？应该要跟我们道歉啊！所以2014年看起来，其实那一年都关键化学院啊，就是健康看名调很高，一路就跌到谷。2013年的流行也是这些，加倍奉还就是那个半夜指数，最近要出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好像停拍了，因为肺炎的东西。见人就矫情，是那个后宫甄嬛传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如果这不是什么才是王振真？那最后他黄金比例是讲什么？金玉啊，对，金玉那个时候刚红起来，然后金玉，对，是谁？翡翠柠檬，对，没错，配改小冰。然后跟你说不好喝，然后那个时候你讲话不要按的。好，2013年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来，耳音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这是谁？好，给药人打，给药人打。死我，死我。哎，陈陈林。药田是几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冒险？大四的时候，我就去授奖。握的时候已经有死亡之握这个词了。有，我们本来就以为已经不会跟他握到。当我们就是听完演讲很开心，如果不会再遇到总统，就在那个什么下楼的楼梯下面，就是一个一个握手。我如果当下大家都讨论的意思，就是说大声那一点，是一个开玩笑的感觉吗？开玩笑而已啦，真的怎么样？那时候后来有网友整理出很多他们找自己的误会什么，因为他就是坏的样子，就是我说的电视机。哇哦哇哦哇哦！不然的话，他不如跟心灵握吧，不然今天你怎样啊？来握啊，过去。哇哦哇哦哇哦！所以这是网络文化的一个发挥啊，但是实际上有没有是要做一些正经事，穿凿附会的。啊，我们要把马英九背书。后来有什么不顺的地方吗？才会来到这里上班。2012年，跪求宅点哦，安利之前就是那个淡定红茶，那个时候到现在都很好久以前。其实哪会有人用淡定红茶？用淡定红茶，大家觉得你老人吧？我有年纪了，淡定哥，我真的觉得不行啊！这句是什么？三分。啊！你在道个什么啦？公道价？你是不是你会？接下来这个是2012年的第一名哦，而且真的很有时代感，一个牌子。我知道了，好，那你直接躺的，你通通不用翻，好，你最好跟我讲，对，你直接讲。可是瑞凡，我回不去了。哇！好，进入到2010年的人啊，想问一下大家学生时期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流行语，或是讲过很嘴软的 ？SPP 嘛，松彪彪，老婆婆，服啦。巴布啦，背手要背手，巴布啦，塞啦，切，切是麻辣鲜师的，他们只要讲什么，所有人会切。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。好，2003年有很有名的霹雳火，这我看过哎，几滴欢那会比较更高，你是想要吃多少？他眼神很沙，好可怕。Game 哥是手榴弹的意思啊，为什么 Game 哥是？形状长得差不多，应该就是行话嘛。比方说偷刀人，有些可以讲性质。他真的很像以前有混过流氓。你好像跟郑太极有混过流氓。郑太极，郑太极又是谁？哦，我不知道。My God， 我不知道，我不懂啊。对我比较好，大概90年代末，因为卢人那时候要本土化，就走了。
多地方的黑道人士不知道国民党内部，就那时那个时候的屏东县的议长的报纸讲他不好的话，就长报社，就会把那些人抓回来打。他的思维像说贵哥比黑台狼的罪啊，好可怕哦。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开始，就是台湾很多黑金政治，还有治安的问题，还有什么白小燕啊、彭婉如命案啊，刘邦那些大家都那个时间点。而小说《7-11》前面都有贴那个陈进兴、高天敏，还有李双生、李双生。那那时候走在路上会怕吗？就是家长会叫你说你不要。好好好，那么考一点2000年整理出来的，那个时候就是会很多立委或市议员很喜欢质询的时候都考流行语，他们出来就说啊，你跟青少年脱轨这样。大家记得英英美袋子是什么吗？英英包袋子。然后里面列出来的是比英美袋子更惊喜的，叫宫本美袋子。金本博袋子。哇，这很厉害哎，这好好笑，适合现在流行哎。那什么是沉水？欠扁。啊，沉扁，沉扁，欠扁，真的沉水，都是这样讲啊，小时候讲过，小时候会这样讲啊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继续我的盛典。90年代的呢，贤惠，闲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，天才，天生的纯才，可爱，可怜没人爱。哎，有有感觉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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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帅哥，蟋蟀的哥哥，聪明，通往第一名，蛋白质。笨蛋白痴神经质，对，这个真的，我没听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最后我还讲出来，对不起你哥。好，这一趴就这样吧，我真的对不起，这就是我们的童年了，有点超红，你们好变。因为本集呢，怕这个知识含量不足，所以我们特别请亮恒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。你记得我们前几集在讲彰化的那本书，片冈演的台湾风俗志，它其实里面有一节叫做淫语，它里面其实收录了非常多民间在谈论的一些用语。它里面有收录这个是所谓花脸界的淫语，黄色流行红灯灯区的性产业工作者，就是一些行话，就是在某些领域里面用这些隐晦的方式来讲。就像现在 PTT 自成一套的术语，现在说几个让你们来猜猜看，它可能是什么？第一个咬大肠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咬大肠是什么？你这边你可以自己想，就是你刚刚对我做的那个动作。我说你做了什么？打手冲，然后就怕秋千嘛。倒焦蜡烛，哇，那时候就有 BDSM， 应该是形容动作吧？它这边其实也有像是老汉推车之类的，那当时的说法。什么是文网？周文网啊。哦，然后他们有拉车子，互相江对江是什么？同性的吗？应该是，因为它里面其实也有动作解释。然后一个麦芽高手，这个让各位来猜猜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麦芽高手，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来。不要那么热情好不好？我现在好害怕。麦芽高手，就这样吗？这什么意思？麦芽糕不是黏黏的吗？所以其实在讲人家手脚不干净，被人家卡也不偷摸之类的。对对，我本来以为是银色的东西，我以为是麦芽糕黏黏的味道。好味。像有一个这个，这叫共同便所。你说公车吗？感觉有可能。然后一个什么，比如打火公车。好，这就是比较 PR 会在讲。大家可以想一下100年前的那个男女的关系，就是还是一样。然后有一个林记啊，等来过。问你姐姐回来了没有？她要想要跟姐姐怎么样？对啊，也有人说谐音梗就是林记啊得的来过呀。哇，这就真的比较硬。为什么不是你妹？为什么是你姐？因为姐姐比自己年纪大，就是像妈妈，就是会羞辱比你年长的女性，因为这样会觉得有侵犯到。对，台湾物理研究这样说，有这样的文化，里面有一些形容人的大鼻大声，这个字念你烂烂多啊，屁多烂塞，看鼻看鼻就到生殖器有多大，这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讲。哦，像有一些蛮奇怪的，这个叫懒焦鼻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可能他鼻子很大，然后他眼睛很肿。是文化这件事情，其实很多人觉得办不上台面，但是当时这些日本人用这样的方式记录下来，但是很可惜没有把他的条目每一个都说是什么，还有一些当时风花雪月式的一些报章杂志记录，这种推测的很多就失传了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这蛮好奇，我们可以回去问阿公阿妈。公立多吗？我觉得直接回那些好像被好吃。
你们觉得知道很久年代的事情？我在吸取新知，就是快要接受不了。其实流行语这个东西比较多出现，真的是在90年代以后。其实我觉得那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所谓的网络跟电脑出现嘛，还有手机简讯绑着那个来电打铃嘟嘟声。你想到以前 BB 扣也会有些520啊，什么2030530，我爱你想念我想。因为那时候 BB 扣只能输数字，所以就有很多数字的用语。可是 BB 扣的流行时间很短，马上就被大家打。在场有人用过 BB 扣的吗？我妈用过，我妈也用过。这几年其实我觉得公共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越多，在流行语，它蛮多流行语都建立在荒谬发言上面。可怜就是零。所以刚刚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，就是我们新的流行用语有受到中国这个影响，这个文化转换其实也是蛮令人觉得，就是一个现象啦。因为像我们小时候日剧火的会，但现在日剧也比较没有那么多。对啊，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坏之分，文化就一波一波，但现在有点断层。那一天不是说现在小朋友很多都写简体字，开始用一些中国用语，哇，他们一定输出到我们这。因为现在综艺或是戏剧，他们很多都是看中国。台湾一直强调是多元的地方，所以流行语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文化渗透的一种观察。过去哈日、阿韩，就是不管是哪国文化，那什么时候会有台湾往外输出？应该未来会有吧，因为最近台剧越来越精致的感觉。对啊，毕竟的创作的自由空间比较大，需要各位文化从业人员一起努力。我们是文化从业人员，我们是吗？是吧？我们行不行？绝对没问题。就这样吗？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样 OK 吗？你要处罚还是今天还是第一名啊？其实今天是第一名，他回去才要计分呢、欸！我的天哪！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小明拿一下那个白板。Who care？ 要注水了吗？一枚在酒要加吗？好加。贤惠，贤惠，从你蛋白质应该都是芋头啊。二三四，没了，我还有，他最后一名，我还有。因为我们就是因为疫情，就是我们停工了，不是停工，我们远端工作了两个月。那今天就是我们正式出关，就是正式回到公司的一个活动。那因为老板不在，我们就邀请另外一位老板来致辞。啊，支持这世界动荡之际。嘿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所以不知道。可以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好啦，支持世界动荡之际，的业绩还能够蒸蒸日上，这代表说大家还是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工作表现。真的吗？是不是觉得你的工作表现不好？我工本没带走，我告诉你，好吧。希望我们之后啊，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努力。哎。那我们这剪彩仪式就是代表鳄鱼可以一起被剪掉，一起被剪掉。你怎么花钱做这件事？